件哦。原来这架直升机是要吊挂港边车到屏东的牡丹灾区，但是唔知什么原因哦，所以降落地受伤的，讲福川私人土地顶头。来看了民视的独家报道。这些民众一早就跑来大开眼界，因为他们很多人活到这把年纪也没看过这种奇观。美军的直升机出了大乌龙，今天一早7:40的时候，他们就飞经过这个屏东县的高树乡哦，没想到找不到路，迷了路，就把这一台国军的工兵车停放在私人土地上。啊，这都伊都调来到这，都坐两天，啊，都怎啊来个落地这？可能无人引导的款呐。没有灾情，美军直升机却把救灾的工兵车降落在这。别说广福村民一头雾水，私人土地变成停机坪的屏东县议员也很不高兴。但是他不满的对象是马政府。阮是有30公顷，啊，阮拢种甲平平，真愿意提供啦吼。亲像美国安尼，有遐用心来甲咱帮忙，啊，竟然咱无法度啊，甲伊带到吼，伊要藏的所在，哦，这是在讲吼。是不是那个主位系统哈、哦、出了问题了？所以，我本来这个无烟型、无烟型的木桩是25公尺就一支木桩了哈、哦，然后我都派工人把它拔掉啊、哦，为的是他们抢救灾哈、哦，我们要让他们方便使用这个场地了哈、哦。万事莫如救灾急，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工兵车却停在这，广福村民无奈也只能等。还好3个小时后，美军直升机来了。They had enough equipment, so they put down a new area. New area. Yeah, new area up there. So we're waiting for the big helicopter to come back and pick it up. 没有告诉记者直升机为什么会降落在这里。海龙直升机的机组员急着要到灾区执行任务。事后，本台向空军台南基地求证，美军是因为雾台乡天候不佳，才临时降落在高树乡。就算是雾降意外，看看广福村民热情和他们合照。台美之间的友谊得到最好的见证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